情非得已，只在森林之王。第三季十月三号终于登场，由全新组合哈林、庾澄庆搭配拉拉徐佳莹，在那个落好手中选出最后佼佼者。选出选手个个真的都很强，不过在比赛开始前，最精彩的导师表演一定要看的吧。直接在棚内就开启演唱会，《森林之王》第三季你千万不要错过，精彩内容绝对超乎你的想象。最会跳舞的拉拉，他演唱会其实很常在唱跳哦，我那叫蠕动。毛毛虫。怕我自己会爱上你。有一些蠕动的习惯。